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邓森越战胜了很多优秀的选手，拿到了一枚单项决赛的奖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圈操选用的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波列罗舞曲。中国选手邓森越在法国比赛选择波列罗舞曲，音乐一开场就激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那么邓森越刚才这套圈操表演结束，我真的很难以抑制心中的这种激动，因为真的很难看到现在近几年中国有这么优秀的个人项目选手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那么邓森越选这名运动员呢，他已经不仅仅是他的这个动作规格高，身体动作难度大，现在其实你要想拼艺术体操，根据现在的规则，拼的不是身体动作难度，而是器械难度。因为身体动作难度是规定的只有12个，但是器械难度是不限的。那么以前呢，大家会觉得我们可能动作的规范性做得很好，那么中国选手的这个身体难度也不低，但是在衔接上，也就是